今年的冬令青年活动检讨会和暑期青年活动协调会上午9点开始以后，首先听取了一项冬令活动实施概况的简报，对冬令活动的各项得失加以检讨，提出改进的意见。出席这两项会议的各县市团委会总干事和各军种的协调人员接着分成两组，就今年暑期活动中一般战斗、幼师战斗、社会服务和高山原野等类的活动计划项目进行了协调。